真是毫不手软，本球终于落地，现场掌声堪比夺冠时刻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不过黑球叫成了一杆大假球，还是需要考验准度。没问题，终于赢下了这局一波三折的比赛。一旁的小司机则是被气得咬牙切齿，真是一局比赛都不让我。